就在国宝沙罗折权谋瓜这两匹十科骏马被偷后不久，唐太宗昭陵旁的另外四匹十科骏马特勒标、青锥、十八支、白底乌被一个美国文物贩子毕士伯盯上了。这个毕士伯呢，正是上次啊跟随周鹤邦一起盗走沙罗折和权谋瓜的盗者。毕士伯啊，有过上次的盗窃经验后呢，知道啊，要想把偷窃的文物运出陕西，那就一定啊要得到当地官员的支持。他打算利用当地一位有权有势的绸缎店老板陈佩玥，希望通过他的关系啊，将这四匹骏马呢从昭陵偷走，并运出陕西。他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与陈佩玥呢套近乎，让他相信自己啊是一个对中国艺术有着深厚兴趣和敬意的收藏家。他向陈佩玥呢透露了自己对四匹骏马的渴望，并承诺啊给他一笔巨额的回报。陈佩玥啊，被钱财所诱，答应了毕士伯的要求。他利用自己的儿子啊，是陕西督军陈汝攀，拿到了陈汝攀亲书的文书，命令守卫昭陵的军队呢，将四匹骏马运到西安图书馆保存。守卫们呢，当然没有怀疑，就将四匹骏马装上了马车，向着西安方向行去。毕士伯啊，不敢大意，他亲自跟在那马车后面护送。他打算到了西安后呢，就将四匹骏马转移到一艘船上，然后啊，沿着黄河水路啊，运到潼关，再从那里啊转运出国。但是啊，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双眼睛啊一直在注视着他。这双眼睛呢，属于一个叫马振华的青年，他是一家古董店的老板的儿子，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敬意。他看到毕士伯等人啊将四匹骏马啊从昭陵运走时啊，就觉得不对劲。他跟着了毕士伯等人到了西安百草滩码头，看到他们啊将四匹骏马打碎成碎片，并装进木箱准备运走时啊，气愤不已。他立刻回家呢，告诉了自己的父亲马老爹。马老爹啊是一个爱国人士，他是一个机智的人，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要将四匹骏马呢从毕士伯等人的手中夺回来。他让儿子啊马振华快马加鞭到潼关，找了几个可靠的朋友，让他们假扮成啊运送给养的船工，他自己呢则乔装打扮混进了毕士伯等人的船上，假装啊是他们的船夫。在村民的帮助下呢，马老弟啊成功的上了毕士伯等人的船。毕士伯啊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他只是在岸上监视着船的行进。到了潼关靠岸后呢，一艘运送给养的船划了过来，船上的马振华和马老爹以口哨为暗号，吉阳船上呢出来了八个汉子，迅速的呢将四个调包的木箱和吉阳搬上了运输船。而在运输船这边呢，他们趁着背岸没人能看到的地方，把装有四个国宝的木箱呢全沉到了水中。这些细节呢，一直在远处监视护送的毕士伯没有看到，他还一直沉浸在让六骏会师接受考古博士勋章的美梦当中。当毕士伯等人呢将木箱运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时啊，他们兴冲冲地打开了木箱，想要欣赏一下自己的战利品。谁知道呢，当他们打开木箱时啊，里面竟是写着一些不孝男先考之类的烂墓碑。他们顿时傻眼了，原来自己被人耍了。此事啊发生在1918年，而将陈赫国宝打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来到了1920年。1920年，爱国将领冯玉祥赶走了陕西督军陈汝攀。到这时啊，马家父子啊觉得时机到了，于是讲出了四骏的下落。冯将军呢派人将四骏从河底捞出，运回西安，妥善保存于西安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经历磨难的四骏啊转交给了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这四骏呢虽然一直在国内，但是啊身上的累累伤痕啊记载着他们遭受的磨难和无法磨灭的屈辱。而沙罗折和权谋瓜至今仍在异国他乡，让彼此啊忍受着天各一方的痛苦。这六匹十科骏马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过，每一匹骏马呢在李世民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关键时刻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分别在哪些战役中立下了战功，请看后面的视频。